本节目由皇家品质、皇家范儿的皇家美素佳儿独家冠名播出。放这里吧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可以啊。就这样。倒出来。放了吧，放了吧，谢谢，放了吧。多嗨呀，在这里！哇哇！在这儿多好啊！他游三天三夜游不完，就这池子。等下他说，你知道了。你看鱼，鱼放在大池子里了，快看！哎，快，小马哥哥，快！你看这是谁啊？黑哥哥，我有你的照片。我有你的照片。我不是，我有你那个指头做的一个天宇哥哥。好好，差不多。天宇哥哥挺忙的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个新来的小朋友啊。他叫雪儿。Hello。这个叫小葱花。对，就爆锅的那个。小葱花，你好。你好。你看你儿子。天宇哥，你别把我忘了。你听见了吗？他说你讨厌。哎，为什么你今天不见你把孩子叫成这个样子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说小马哥哥不要你，他也不来，他就恨你了。节目组那么抠，我去干嘛去、啊？马天宇说了，说完节目组那么抠，他来干嘛？你也真不来一趟？看缘分啊！你要是想我，你就过来一趟，说一句你爱我，挂了吧。Love you。啊，听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过来，来，我过来，小葱花过来，来，雪儿，啊，那个东西谁丢的？是他。谁？是你丢的吗？没有。是谁？你丢的？真的，他丢的。谁丢的？真的，他。讨厌。你给我回来，来，过来，站那儿。是你丢的吗？我还没说清楚，干嘛呀？是他丢的吗？